下班回来睡了2个多小时，太爽了。这听见俺家厨房里叮当的，也不知道这爷俩干啥呢。我去看看。你咋不开心呢？太阳，我给做那个辣片包饭，我包火腿肠。辣片儿？嗯呐。你没听说过？他在网上看的，刚才看电视看的。我给你俩做红烧肉吧。酸菜炒肉，还有红烧肉，还有炒年糕，行吗？哎呀妈，你吃一下三个，这三个行，够不够多了？行行行，把头发扎上，姑娘。你肉没提前化。谁先说的？那我给你做酸菜炒肉，你别吃红烧肉了。那我不吃酸菜炒肉了。我心都碎了。事实证明，还是他妈做菜好吃。小新，你不吃红烧肉啊？我不吃。那你吃啥？我要吃那垃圾吧。我要把我自己干废。那在这儿缺点啥？小姨，你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再给俺点一份牛肉饭团呀？不能。为啥？我不想吃。我想吃。那你来的时候，我让你蹭顿晚饭还不行吗？那我得看你家啥伙计。你还做这伙计行吗？行。小李，兄弟给你打理。啊，这把自己胃干废了是吧？这是第一人，你快点来吧，我控制不住了啊。这孩子一天还点餐呢，别弄了，这人家。做午餐，我做午餐，你咋扒拉我呢？你这玩意儿。饮料太多了，不喝不行。什么饮料？啤酒咱随便往家端啊，咱家抽一点。开车来的，一会儿就崩。呀。来啥了？不是你这啥意思呢？不让进呐。你再晚来一点，咱就上学了。是。开饭喽。有什么特殊爱好吗？喜欢在厕所门口喝饮料。没进去喝也不错啊。叫什么？香臭香臭的。不是本呀。你别说话，那是臭石头的。我问我爸，你疼不疼？不疼。啊。今天自己下地走好几圈呢，才走了。哦。吃饭了，咋了？我刚吃。爸。啊。你吃没吃啊？吃完了。哎呀，脸色不错呀，爸。嗯。嗯，比较红润。谁掐他呀？他说你，他说他睡觉你就掐他。哈。他是我掐他，他疼过我，我掐他。啊，他疼过你啊？这小子是豆白菜。做几个菜呀？这小子脑袋有个点黄瓜片儿，炒的黄瓜片儿。啊，还有啥菜呀？我二哥给我买啤酒。啊，做鱼菜不行，干我妈怎么也做呀？鱼菜汤。不能给他送啤酒。咋的呢？天天捅着你。不能给他喝，一顿不都没有。端酒耍酒疯啊，爸他。你又动手，又不敢动手。嗯。你家我大哥不在家都没人喝，到你家干啥去？浪费。我不在家就白瞎了，那酒是不老弟？你家那酒